大家好，我是彼得洛夫董德生，今天带着老婆孩子来看看古老，品尝一下古老做的苏泊汤，我从小就爱喝，一块尝尝，走。你问你，啊，你们管我叫啥？大爷。我管你太奶叫。古老。哎呀，真实在，真行。聪明。你爸管我叫啥？姑姥给我们做酸牛奶呢。姑姥把这个烧开的牛奶倒到这个骨绳子里，这个骨绳子是那个我姑姥和婆婆在俄罗斯带过来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想吃的时候，用这新鲜牛奶把那种老引子往里倒锅了，哎，两天三天就吃了。我进这个家，我婆婆妈成天做这个，我妈也吃这个，他们在俄罗斯就吃这个菜，过来还是吃这个菜，西红柿先炒，先把羊柿炒好，炒出香味了，再把这两样下进去，就搁盐，不搁别的调料。现在就开始加火，加火。俄罗斯传统美食，他们不等我，他们都造上了。苏泊汤，还有红鸡蛋，还有这酸牛奶，还有俄罗斯烤饼。来，给我拿一个烤饼。先这么着，又甜又香，嗯，怎么有渣子呢？作为一名俄罗斯人的后裔，我和我的家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。这碗苏泊汤，带着世世代代的记忆，漂泊而来，熬煮出团圆的味道。